重庆火锅的辣是有层次的。第一口神清气爽，第二口勇往直前，那么第三口苟延残喘。当天一下飞机我就直接奔去了火锅店，喂喂了喂了，中华人系咪睇唔起我？我哋广东人饮汤低。隔壁坐了一桌很帅气的小鲜肉，我吃的很斯文。真的，我感觉我当时啃老化的状态，就差一个人在隔壁喊哥哥炸到。每次我一抬头跟隔壁桌来了一个什么眼神的碰撞，他们都在那笑。笑什么笑？你好大的胆子，你不喜欢哥哥？这花椒心眼坏得很啊！当时摄影大哥就把水递给我漱口，那水我涮过辣椒油。当时能解救我的只有这个牛奶了，后流奶的就要喝经典有机奶，每瓶奶都能洒得出原地，喝得开心。打开就是浓郁的奶香味，而且口感丝滑，让人一口一口再来一口。有机奶源可追溯，平时工作学习辛苦，喝牛奶补充营养。在重庆这几天，我都要被这个解辣神器在暴力。牛奶户，这你大哥的心肠跟个花椒一样坏得很呢、啊。一顿火锅吃下来，我变成了这样。摄影大哥教了我一句重庆话，说做人要有礼貌。老汉买单，老汉买单。回头我讲老汉这两个意思，我变成说老汉要再小小小小个锤子么？叫唔中意你哋人，再见。